第十九届消费权益新闻报导奖声音组别得奖感言。唔系资讯科技越嚟越发达嘅同时，消费者嘅权益就唔再局限喺货不对版或者系俾人压秤呢啲实质嘅交易问题上面噶。唔系越嚟越多商品同埋服务提供者都用唔同嘅方式同埋名目去收集顾客嘅个人资料嘅时候，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自己提供嘅资料其实会去咗边一度呢？收到推廣訊息就事少，如果被冒認身份借錢或者做啲不法行為都幾麻煩㗎。希望隱姓埋名呢個系列報導提醒到大家要小心望多兩眼私隱條款，唔好因為少少優惠就跌入泄露個人資料嘅陷阱。最後要多謝認同呢個系列報導嘅各位。成日都有人話啦，買唔到飛係因為有人炒黃牛，呢件事係咪咁簡單嘅呢？我哋訪問過幾位業內人士了解過，當中都發現這個問題相當複雜，可以是商業模式、場地問題不足，甚至乎惡迷的文化問題都會導致這個問題出現。而比起社會上現在有人建議用實名制，幾位受訪者都不約而同地說惡迷要自律，不要買黃牛飛是更加有效，聽起上來都挺諷刺的。多謝消委會頒這個獎給我，我會做這個故事是因為去了消委會的記者會。我覺得一些準備去海外升學的學生是應該要知道這些的諮詢機構究竟他們是不是一個中介，如果知道了他們一個中介，他就可以再仔細一點去想究竟他們的意見是不是真的為了他們著想，還是可能是純粹為了他們中介而得的金錢利益。我覺得知道了這些東西會令到一些學生更加好去決定自己未來升學的路途，希望這個故事可以幫到他們。多謝。